呢，这个是一间足神奇的店，一般的旅游书、一般的旅游节目绝对不会介绍啦。日本的 DVD 看到宝的店，以下画面可有点十八禁，未成年的好不好？可以关掉打叉车，不要再看下去喽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看下去喽。它里面是个人的小包厢，它号称有一万种 DVD 可以任你选择，还有一千本的漫画。这个一小时只要550日币，大概100多块。好像还蛮划算的。首先先挑自己喜欢的片，想看什么慢慢挑，慢慢选啊。他还不太开始算时间，还没有算时间，而且还有 VR 哦。VR 再贵一点，一小时要1500块，大概快400块。那款 VR 哦。来，挑完片进来包厢。哇，这很像饭店，有没有？哦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房间呢、啊。哇，用 VR 看呢，哇塞。嘿，很多卫生纸呢，尽量用，不用客气啊。他这个有没有看到袋子？为什么要袋子？怕尴尬嘛。对，你用完不信，装的时候再请带走，不要留在这边，多尴尬。还有送一个这个，送你人知道什么了啊？好了，现在 DVD 要放进去喽。什么表情？你要不要夸他？七龙珠 ，OK， 我会夸七龙珠没卖哦，奇怪。想太多，你歪掉，你脏脏，你泰哥，后面他切了都算没在，奇妙不奇妙啊？阿美哈美，阿美哈美，YouTube 的第二个频道开张喽，进来订阅哦！新频道会放些有幕后花絮啦，几个生活小短片跟大家分享啊，订阅按下去就是对了，记得今晚的活动订阅我够可怜的。你要喜欢的赶紧来啊！还有想要看什么，可以留言下面跟我们分享。留言快留言啊！我想看就看，赶快订阅，记得一轮一轮。